大家好啊，今天来谈谈九大风水会影响孩子成绩的好坏。孩子啊，是每个家庭的希望，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呢有好的成绩，以后有好的工作以及成就。当然也希望孩子能够懂事与听话，但是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的小孩子啊非常调皮啊，不听话。其实家长的教育是对的，但是小孩子的房间的风水错了，也无法达到父母亲的期待。今天我们就来为大家详细讲解一下，什么风水会影响孩子成绩的好坏呢？第一，孩子房间的位置孩子房间的位置非常重要。一般来说，孩子房间的位置最好在家里的前方，不要在后面的位置。前方一般来说都属于文昌位这个位置有利于学习。后面的房间一般是属于父母亲或长辈住的房间属于老一辈的房间。如果房间放在后面，小孩子的学习就会比较不好可以将小孩子的房间放在家里的文昌位大家的文昌位要怎么找呢？可以按照我的附图附图就看得到家里文昌位怎么找。所以说文昌位主要关系着孩子的学习运势以及性格。孩子的学习成绩如何性格如何，都与文昌位的风水息息相关。所以说一般来说，文昌位作为孩子的卧室是最好不过的了。这样不但能够大大的提升孩子在学习方面的运势，也能够 有利于孩子在学习培养孩子的性格。但是有的时候因为家里的风水关系家里的文昌位刚好是厨房厕所，便会导致孩子的学习不佳性格叛逆。这样子的孩子就不听话难管教，也难有成就。所以一定要做风水的化解，来把这些问题化解掉。第二个，孩子的房间应该要求简单干净。有些孩子的房间很多的玩具和照片，很多的偶像的照片挂在门后面或者墙壁上。如果家里没有另外的书房，小孩子必须在房间里面读书，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小孩子的学习的习惯。所以尽量不要在房间里面挂太多的物品容易分心，无法专心学校的功课这样就会学习的不好。另外尤其是刀剑之类的物品绝对不要放在孩子房间。因为我们说刀剑在家里本来就不应该摆放，家里的摆设刀剑很容易犯罪的倾向，尤其是放在小孩子房间，让小孩子每天面对这些刀剑，他的想法就很容易有暴力的倾向，所以这会造成家里的问题。这些在风水上面的摆设都要非常的注意，因为在风水学中刀剑是有煞气的，这些物品在无形中都会帮助小孩子的有一些暴力的行为容易喜欢跟人家争斗孩子的性格也会越来越叛逆。第三个就是缺角的房缺角的房是一个家里最忌讳的事情。如果我们选择了一个缺角的房间来当作卧室的话，这个卧室的风水就会特别的不好。缺角的房间基本上绝对不会比方正的房间来得好。为什么呢？因为方正的房间方正的房间的方位的气场的风水都非常的充足。如果小孩子的房间不方正缺东缺西的，就很容易造成运势上面的不佳甚至会造成身体方面的疼痛，这个是要非常注意的。所以说一般来说不规则的房间是不能够当作卧室来使用。卧室一定要方方正正，四四方方每个角落的气场才会好，才会不会缺东缺西的。所以说一般来说不规则的房间我们尽量能够当作储藏室
或者说你能够把缺角的地方把它补足的话，能够改善才能使用。第四个就是房间内外如果有尖角的话，无论房间内外都不可以有尖尖的角来冲煞，因为风水学中尖角是有煞气的。如果孩子房间有尖角对着小孩子的房间，小孩子身体容易受伤注意力不会集中，功课当然不会进步。对于内部来说呢，最好也不要放一些有尖尖的角的物品比如说尖塔，比如说有一些sharp corner， 而外部也不要对着一些高楼的角落，壁刀广告牌的尖角这些都会无形中给孩子造成一些心理的压力，加剧孩子的反抗心理，所以说这些都要非常注意。第五个，书桌的摆放位置不对书桌是孩子学习做功课的地方，书桌的摆放的风水对于孩子的学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书桌不可以对着门，不可以对着墙壁，不可以对着门，不可以背着门，书桌前面也不可以有窗子，这样会让小孩子分心不专心，所以功课这样的话就不会好。亚洲的房子因为有用水泥盖的，所以很多的梁和柱子，书桌的四周也不可以有梁跟柱子或者压着床，都会影响孩子的健康的学习，导致于学习差不听话。第六个就是房间不可以太暗，如果孩子的卧室太暗不仅仅会影响阳光无法照入房间，造成房间的阴暗潮湿，而且会使房间的阴气过盛，导致于房间阴阳失去平衡，然而从而严重的影响孩子的运势不利于孩子的身心的健康的发展。第七个就是座位后面一定要有靠，后面一定要有墙，座位的后面一定要有墙，如果没有墙壁的话，这样的风水的环境读书里面一定容易分心。座位后面有墙壁容易得到长辈的帮助以及学习，尤其是对于需要升学的孩子们尤其是重要。后面的墙壁就好像我们的靠山在学习方面也比较会有很如果说没有墙壁的话，很容易会有很多影响我们学习，会破坏我们学习的情况发生，就好像小孩子常常在学校容易被别人欺负，或是容易辍学，或是容易甚至退学的情况发生，这些都要非常的注意。第八个就是房间的风水，不管是父母亲的房间或者是小孩子的房间，基本上风水的摆设都必须要正确，风水是有基本的规则的，如果违反了风水的规则都会影响学习和健康，更何况是小孩子的房间的风水。小孩子的床位的风水如果摆设的错误比如说床对着门，或者床上面有梁，或者旁边有大的柱子或者有柜子，让睡眠的品质不佳，当然学习的状况就会不好。这些以上都是我们非常要注意的。第九个就是房间的门外不要对着厕所，因为厕所是家里面最污秽的一个地方，而卧室呢是我们日常休息的地方，所以卧室和厕所本来就是应该分开的。但如何很多的家里的户型呢会出现卧室对着厕所的门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在无论是在风水的角度，还是从日常的健康的卫生的角度来出发，都是不好的一种情况。尤其是小孩子的房间如果对着厕所，小孩子本来就是在一个成长的阶段对着厕所一定会影响小孩子的思绪和发育小孩子容易精神不振，容易生病，对于学习就会大大的影响。 OK， 所以如果父母亲要让小孩子的学习更加或是
你的小孩子有学习退步或学坏的倾向，或有人被人霸凌的情况，或是违背父母亲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还是请风水专家帮你做全方面的布局才是万全之策。好的，以上几点的建议啊，希望对你有帮助。今天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一回再见，拜拜。